今天我是一个母亲，不管怎么样，我小孩子受伤，尤其他又是没有父亲的那种情况之下，我是一个人照顾小孩子长大，我很舍不得我女儿，不管是我女儿我儿子都一样，我宁愿受伤的是我。难道我讲这样子有错？你们需要去质疑甚至说我撒谎吗？其实说实在话，我问过律师了，你们这些只要是评论我、私讯我一堆不实的谣言，其实都是可以提告的。我要告诉你们，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你们如果你们自己周边、你们的亲人、你们的家人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会这样质疑他吗？一切都会好起来。我实在是气死了。要不要骂一点点脏话？我昨天一整个晚上都在哭，我先不哭。深呼吸，你好，最近好像静心就是身体被整复有一些状况，要进行提告了是不是？对，就是他的身体整复出现很大，就是骨折，然后骨折他最近这四个多月以来，他就是都一开始的那种几乎不能动，因为那时候我们去确定骨折的时候，就是说他呼吸也很困难，然后常常会抽痛，然后睡觉的时候也是几乎就是不能翻身那种感觉，每翻一下或干嘛都非常的痛，然后手也是只要不小心动到那个地方的话他就会超级痛，这样子每天就是痛不欲生，几乎就是成那种连穿衣服都不能穿，都要他老婆去协助他来穿衣服，所以变成说那时候会说他所谓的半残废，是因为他的状况是动辄就是呼吸也会痛，然后常常会抽痛，睡觉也不能睡好，然后穿衣服他也没有办法自己去完成，因为那个已经骨折，就是对判断就是骨折。然后那时候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痛苦，但是对，就是说我那时候一直以为，因为我对骨折这一块也不是很了解，然后我有跟他去医生那边去得知就是他这个复原的情况要蛮久的才能够恢复，那很多人他们骨折也因为事后就是会有一些后遗症，例如说天气的变化，或者是说不小心运动又受伤或什么的，都会有很多的后遗症，因为我有去 Google，所以那时候我很担心这方面的事情，而且她是这么热爱运动的一个女生，从全明星如果大家都认识她的话，她是其实以前一个礼拜会去打两三次羽毛球或者是做一些什么运动，变成她几乎就是在家里不能动，很多事情都不能动，所以那时候会说她半残废不能自理的原因就是在这里。那个明天的话也会陪静心来做出庭吗？对，我会陪他，还有我们有请律师团的。那他现在的话已经修复到可以自理生活了吗？现在是可以，现在是没有问题，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是完全不行，但现在也就是后续还有都有在接受一些物理治疗，对，然后慢慢有去好转。那好像你有听到说就是对方也是有名气的一个整复师。对，对方还是一个小有名气的，这个我不好意思，就是他蛮有名气的，就是因为现在要出庭，就是出庭不公开。但有一些网友也有提出质疑，好像姐也蛮不满的。对，因为有网友针对这块他提出质疑，我觉得我非常的不能理解，你说平常去酸我什么，我觉得就算了，今天是我女儿出事，然后我是作为一个母亲的心情去抒发，就是当时我在车上的心情，可是他们就会写一些就是眼很大没有眼泪，或者是说你叫我女儿承认她是男生就好，甚至说我是撒谎，然后说有的人就说我职业就是演员，演再好一点就可以进马奖什么的，我觉得你们为什么要这个样子，所谓没有眼泪好 OK， 我眼泪已经掉干了，而且重点是手机也没有这么的高清，然后不管你怎么说你怎么酸，你需要去质疑人家受伤去炒作吗？
觉得我是一个母亲，不管怎么样，我小孩子受伤，尤其他又是没有父亲的那种情况之下，我是一个人照顾小孩子长大，我很舍不得我女儿，不管是我女儿我儿子都一样，我宁愿受伤的是我。难道我讲这样子有错？你们需要去质疑甚至说我撒谎吗？其实说实在话，我问过律师了，你们这些只要是评论我、私讯我一堆不实的谣言，其实都是可以提告的。我要告诉你们，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你们如果你们自己周边、你们的亲人、你们的家人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会这样质疑他吗？只是因为我今天跟我女儿两个是公众人物，你们就要再来抨击我们，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如果你们再继续这样的行为，说真的，以我的个性，我真的我不会容许任何人欺负我女儿。如果你们要酸我就算了，再一直酸我女儿的话，你们再做这样的行为，我一定是会提高的。那现在女儿的话呢，她工作有没有算一算，就是说这段时间都不能接通告？这段时间，对，没错，因为她受伤她都不能动，就这四个月以来几乎很多工作都不能接，因为她行动不便，然后再加上有些工作确实会影响到很大。那有没有算大概损失多少钱呢？工作酬劳？我没有办法说去估计出来，因为这个也是要请，就是我们有请律师团队处理。嗯嗯嗯，好，了解。总之对方我是觉得没有诚意，就像我写的，因为我写的，他其实当时跟我们去，也就是医药费什么上说的一些，什么都是我们自己自掏腰包，对。然后其他案情的方面，因为我们已经请律师处理，就是正常的来报律师。嗯，了解。但是如果有进一步真的可以公开的话，我们一定会跟你回报。对，好好，了解。静心他有提到说，现在是提告刑事的过失伤害，那律师有说对于案情有没有把握吗？我觉得这是一个事实，对，所以把握的话，我觉得应该九成九以上，几乎是，我不敢说太难，我只能说就是九成九，就是几乎完全没有问题，对，因为我们有所有的相关的证据。嗯，